你去了吗？
对，因为你它的生源有在一碗饮料，对，是本来在比较热闹的，对，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可以吗？好。好，邀请大家回到我们三组的这个中间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先跟大家伙伴再讲一下我们的今天的 schedule。今天呢，好视角的伙伴哈，在